OK， 咱们那个开钓的时候还七点多吧，开钓那时候气温负一度，零下一度。完了，一直咱们在那个，刚才没有阳光，现在十点多了有阳光了，这边有阳面的这个，对吧？浅滩了，这个湾子里边，咱们呢就挑战这个阳面了。我看猛着一看也浅，对吧？不用，没有那么深，所以呢就不用铁板了，就直接就那个金属 VIB 横搜就可以了。OK， 咱们试试。主要是冷，到那个浮萍那块都浅，这块还伸进去，嗯，从这里边这弯子掉，哎呦，对吧？换这个 ，OK， 就来这个，继续来这个。横搜横搜，因为这儿很浅，得稍微抛的再往深处抛，从深处往回浅处拉过来啊。要重还是在那个深处那块吧，深浅交界。嗯，我那卸力呢，可以稍微松一些。啊，抛下去以后，像那个太浅的话，都可以扬起来，扬着杆子这么摇。嗯。我抛的那块其实也不深，嗯，一米有没有的那种感觉，一米出点头，嗯。现在你看我这个干烧摆动咚咚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可以敲到底嘛。这样的话就更容易磕底，但是呢太浅了，就扬着手，嗯。回来的时候继续，还是往深处打，对吧？那块，哎，我开始摇就行。哦，有了，挺浅的啊。别说冬天哈，活性低蛋，挺有劲儿，挺有劲儿哈，还是有意思。没事，咱们线没问题。线牵到没问题，就跟鱼拔河呢。我感觉不小哈，这看这个头，可以啊。没事，吃的挺那个，挺可以的。来吧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线咱们也从16磅牵到了。12斤和子龙和 exist， 先让我二头鲸和他谢一谢啊！哎，拜拜，拜拜！哎呀，喂，现在呢？刚才我钓的水深肯定没有一米。他刚才吃咬口的也就水深70-80公分的地方啊，比较那块也浅，但是比咱们这儿要深啊，比咱们这块的花尖那稍微要深一点，但也不到一米。哦，碰了一下，但不知是不是那个赶鱼啊，什么鱼。完了，那个不是水温也低吗？我看今天那个鱼的那个咬口吧，也可以放慢动作哈啊，看着我收的快，其实它动作挺慢的。看，就这个速度，看就这速度，来，这已经浅了，这块滑尖这儿。完了，包括这前边这左侧那块也那个，嗯，深。咱们从这儿下来，你看多缓的平啊。所以到前边妈妈差不多15米小20米都这块都浅，对棍儿那个哈，那个牌子的下边直接就陡坡嘛下去嘛，所以那块的水要比这边要深，就比较陡嘛，所以要抛也是抛深处啊。啊，对，因为上的这几条基本上都是在远处上的，没有一个就是你追到跟前给的口嘛，这环，所以还保持一定的距离好。OK， 这儿差不多了，咱们也钓到这个差不多太阳这么高了，咱们试一下深处。
好嘞。